22日，郑成华微博为女儿郑爽庆生，一路走来都是大手牵小手，今天自己变强大了。可以走自己开拓的道路，祝我大可宝生日快乐，从此变成爱心公益天使。8月22日是郑爽生日，郑成华也在女儿生日当天晒出郑爽将担任人民日报社人民数字爱心大使的海报。郑爽将为贫困县小学捐赠体育文化设施，爱心助学贫困地区。而爽爸还贴出郑爽小时候照片，长大的郑爽牵着儿时小郑爽，令网友们纷纷感叹爽爸父爱满满。非凡娱乐整理报道。